嗨，周末愉快，各位，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聊的吗？泡温泉，你们三个是当然全裸这样，当然是全裸一起啊。我们庆生的时候感觉都真的，跟庆生的时候一样啊，一样紧致 Q 弹。是啊，有标了，有标了。SHE 全裸泡汤 A 拉爆，绿衣就紧致 Q 弹，这样吗？要生下来的吗？要生。天哪，代言是不是还蛮多的？上个月就已经有十支那个代言了，而且下个月你还会再看到我，下礼拜。Ella 工作满档，光代言就赚近亿，本来日前宣布跨年暂缓脚步，只接一场。跨年的话是一场，那尾牙的话有几场？我其实也不知道。哎，你要不要姐夫电话给你？你问他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等一下再问哦。啊，大家都对我没兴趣哦。等一下还有想说。可以跟你们聊我们出去玩的事情啊，没有要知道的话就算了、啊。上个月底我帮那个陈玉娜，没错，终于有人问了这题，很幸福哎、欸。哪里玩？我们其实去了那个台中，可以去泡温泉这样。是，我们就开车去嘛，因为我是司机嘛，陈大姐，然后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饭店里面，然后可以泡温泉。泡温泉，你们三个是当然全裸这样，当然是全裸一起啊。我们庆祝的时候感觉都真的，跟庆祝的时候一样啊，一样紧致 Q 弹。是啊，有标了，有标。一样。你知道吗？出道二十年 ，SG 依旧紧致 Q 弹。都没有哪边比较。嗯。因为我们在灯光昏暗的地方泡，所以看不出来。烟比较浓。没有全暗，有灯光昏暗，然后有星宫陪伴。因为灯光昏暗，怎么看都是 Q 弹，好不好？怎么看怎么 Q， 所以你的车技很 OK， 还不错，要不要做？真的很会开，而且我会开98哦。我开车超注重的，我很注重刹车的那个感受，起步的，然后还有跟前车的距离。我要左转的时候，我就一定会先切到内车道等左转，我不会从外面切过来。我最讨厌这种的，我想说，哎，安全驾驶，安全驾驶。对，我想说，先生，我在排队，你没看到吗？你会飙吗？不会，在车上会睡那个几句。啊，你是行，我要改车啊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会开车啊？就是会这样碎念几句，但我不会摇下车窗。但是去台中只有你一个人开，因为我就很爱开车。其实说真的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不喜欢坐别人的车。我会没有安全感。我就宁愿相信自己，就自己开，你知道吗？跟姐夫出去也是你开车吗？对。都是我开车，所以我老公都很爽啊。像之前我们不是去冰岛旅游，都我在开。比如说我们去日本玩，去英国，我换右驾，我都敢开。哇！而且我有换那种国际驾照。你被歌手耽误的赛车手哎、欸，真的耶，我不是赛车手，是我就是一个司机大哥。高司机，对，大姐，代言驾训班子，不然没有啦。哇，舒服。我送了他一件那个外套哦。讲快一点好不好？我有这种情趣内衣。对，吓我一跳。只有你们会想到这种东西，为什么我就不会想到？我送了他一件那个。